随便放吗？随便放，就放在黄色的格子上。三七各一堆啦，然后三四五六各两，哎，三四五六两堆，三颗的一堆，然后七颗的也是一堆。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在排啊，我都有记得啊。你们两个是这两个是受那个叫什么部落的，所以不能坐在一起。我们两个不能坐在一起哦。人类不能坐一起，然后那个野兽的不能坐一起。然后那个你们的那个勇士啊，帮我拿一点的五谷打开来，就是他写一的方块，然后拿五个，然后二三四各一个，其他七掉。七掉。对。可以再说一下。五个一，二三四各一。五个一，二三四各一个，其他七掉。对，就其他放回袋子。不会再用了。对，它是人数的关系。好了吗？所以总共八个，对，总共有八个，没错。好，那我先讲一下前言。这个故事呢，叫这个这个地方叫做阿玛朵拉，它发生了一个战争。那你讲前言，我就不想录了。对，就是你刚开始敲。好，那你先不要录。难过，好哦，那就不要玩。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就是部落与人类的战争。OK， 这个是哥布林跟兽人，然后这是法师跟弓箭手。OK， 这是你们的角色，那能力会有一点不一样，等一下跟你们说。好，那这游戏呢，它有无限多的回合，对，直到你们的手上的这些片片都放完，或者是栅栏放完，或者是你们每个人都 pass 不想做事才会结束，会做到不想做为止，这样。好，那每个回合的话，你们会轮流选一个行动座，有两个选项。第一个选项是说，你放一个方形的片片，放在一个空格的地方，要空格哦，有人的不能放。第二个选项是说，你拿一到两根栅栏，随便你一根或两根，然后放在不相邻的位置，例如说这里跟这里不能相邻，你同时放了两根，不能是这样。或是这样，这样都有相邻。OK， 两根不能相邻，或是你只放一根也可以。好，两个动作选一个做，就这样，很简单吧。然后呢，会有一些额外行动可以做，就是你们的那个圈圈，借我一下。这个圈圈的话呢，有一个大家都一样的，叫做这个一号，就写了一个一的圈圈，这个叫增援。增援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一个片片上，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片片，那我可以把这个增援的一号放上去，它的那个兵力就会加一。OK， 好，然后其他的话是角色能力，角色能力的话你只能一次使用一个，然后你在什么时间使用呢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个是一个行动的，就是放援兵也是一个行动，放完就是换下一个，所以这个通常我们会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再放，对，因为这比较不重要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你角色的特殊能力，特殊能力是先做，在你的行动之前要先做，就是你行动完就不能使用特殊能力了。好，这是特殊能力，那我等一下再讲。然后，哎，其实可以现在讲啊。好，这个特殊能力是说，因为我发现没什么好讲的。那这个特殊能力它是可以多放一个兵，多放一个兵就是多放一个片片，所以它可以先放一片，然后再选它要做什么行动，就它可以再放一片或是再盖大。OK， 它多放一个兵，然后你的那个是。你的那个是偷看吧，我记得，对，它是一个眼睛，你可以偷看一个别人的兵力，就别人的那个方形片片可以偷看一个，然后你的是多放一根栅栏，然后如果你后面的行动再选放栅栏的话，可以跟你刚刚放的这一根相邻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个是弓箭手，它可以射两次箭，就是让别敌人的兵力少一。可是它有限制，它就是只能在你有自己的那个兵力，可是还有空格的封闭区域，是否有点复杂？什么叫还有空格的封闭区域？就是这个地区呢，首先它被围成一个封闭的区域，然后你有站在里面，然后才能射人家，然后里面有别人。
这条件有点多啦。我跟对象要封闭起来。你跟别人要封闭在同一个地方，然后要还有空格，你才有空间去射箭啊，因为你是远距离的。那如果是这样嘞，我也可以。就是这个区域有空格就可以。好。对。好。OK。好。因为他那个能力是什么？他的能力是多放一个那个兵力哦，多放一个兵力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算分呢？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，让大家都 pass， 大家都 pass， 我们封闭区域会计算，会把兵力全部打开，然后计算谁的兵力比较多，就是你们两个会加起来，你们两个都会加起来。已经猜出这个游戏。对，然后比较多的人就会拿走全部的方块、金块。OK， 如果平手就是平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然后栅栏，我刚刚补充一个规则，栅栏不可以封闭的区域小于四，这样不行，就是封闭区域不能小于四。嗯，对，所以它这样可以，或是你多放的没关系，多放的没关系，就这样，就封闭区域不可以小于四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有问题吗？我现在跟坤哥是同一国的。对啊，跟他同一国。你们的兵力会加起来，可是他有限制说同一队的不可以有明显的提示。真的，我不会跟明显提示，就是这一只是一。对，就是说，我放一个三哦之类的，不可以讲，你不可以讲出你自己的兵力这样子。然后封闭起来就是比哪个阵营挖到的，就是哪个对哪个阵营的军力比较高。放兵，然后放桥，然后比发特殊能力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特殊能力要在前面。哦，特殊，那这个是这是援兵，它也算一个行动。加一点嘛，所以就三个动作。对，加一点。加一。你觉得是？要先，你要猜拳吗？那是国外。对啊，我们两个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先。好，你先。所以，我现在就是放兵或放。放兵或放鹿嘛，那我就放个鹿。这不是鹿，是啥？那还来得及啊！现在才九点半。嗯，是吧？确定哪边分数比较高啊？七的这边。七六六。封闭起来开始放兵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放兵或放鹿，或是发动你的特殊能力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抢分，所以我现在跟空哥在做，就是先把路分，因为看哪边分数比较高再去抢。比如说这边看起来封闭了起来，然后分数比较高，就四就丢了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可是好玩，这是什么？加一点兵力。加一兵，嗯，加一兵。加一点还是再多加一点？加一点，加一点。那个兵力加一点，放在某位置上面，让他加一点。会打的都不用一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加教学可能一个半到两个小时。对啊，那要我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好吗？你会玩血色狂怒吗？酱菜，你会玩血色狂怒吗？没玩过。没玩过？那个游戏这么棒，你没玩过？你们在归什么啊？兵都不放啊！我先把地分一分再抢嘛。他都会勾箭手的能力什么都有。犯规了。你的那个初级版的区，我印象中你弓箭手能力是要在那个围栅。你没有吗？你要围栅要有空格，可是他是马上就可以射吗？还是还没封闭之前？这你放弓箭手是要封闭之前。对。然后真元是封闭之后，而且一个区域只能有一个。上次，可是也做一颗不是吗？对，也做一颗。那个区域里面只能有一个人增援。哦，好了，我决定要来下一些假期啊，骗一下坤哥。啊，不是坤哥，现在不是换坤哥吗？对啊。你的回合中，你可以使用特殊能力加一个回合行动。又犯规了。又犯规了。这什么游戏啊？为什么没有人要放人啊？他们的玩法，他们想先切正确之后再说嘛。对。可是切完正确之后就啪啪啪，就不一定有机会，因为你封口之后就别人放。坤哥有觉到这个游戏的心机程度了吧？我没有放人，没有心机啊。有啊。没有放人，没有心机。他们现在切也都在心机下。谢谢浩文。嗯，下兵是一个动作，下兵放鹿，或是发射出能力。
所以不能下两只兵，不行、啊。你的特殊能力，你要执行你的特殊能力就是了。在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你好猛哎、欸！你在桌游店打工吗？我玩什么游戏你都会玩，太夸张，而且都赢我，这才是这不是很这才是重点是不是、啊？还是说赢我其实赢我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？我没有说、啊，坤哥没讲话，坤哥在嘲笑，坤哥只会笑你，你放那里是不是？我找你走啊！放两个，放两个，他再放一个。哦，把它封住，什么意思？把你这边封住，他放两根，然后他再放两根，你的旗子就没了。你不能再放他的，你只能放兵慢慢的人。放完旗子或者是放完栅栏就要喷人了，二选一，还是你现在要执行你的特殊能力？我就是怕被兵被弄走、啊，所以我现在放兵就换了。二是，你的回合只能放栅栏或者是放兵，加上你执行特殊行动。这有什么好抢的啊？奇怪，干嘛这样？一只抢一堆很赚啊！就只一只抢，你谁敢跟你进去啊？而且我还可以射箭哎、欸！对啊，你一支箭还够单挑一百四，谁敢跟你在里面？哎，还在外面啊？他是要干嘛？还有过错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他基础都不会的。这么硬，这样我会把我自己封死。妈的！你干嘛这样？你干嘛这样？我在想啊。你干嘛把自己封起来？我在想。这也是你放的吗？对，我放的。那你不能放了吧？放哪边都不对、啊。为什么？他们刚冠军是放风险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小于四十啊。不是你这个没有意义啊，这个没有意义啊。那因为不让你放啊。可是你可以放啊，可以放啊，你可以把我封起来，这样不好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四个就一堆了啊！有心要把你堵起来，就是这四个一堆。这是行动。你要过？这怎么能放啊？换小一四个。对啊，现在只剩下这一条跟这一条啊。换谁啊？这可以看吗？哎呀，看完是额外行动吗？是你。那有特殊能力吗？嗯。特殊能力在行动前，特殊能力只能用一次吗？只能用一次，只能用一次，这样吗？对，你自己看，然后看完那个就没有了。等一下哦。这样吗？那你还能做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特殊能力是可以一起用的。特殊能力要在你行动之前做。哦。你可以射我啊！那我射箭还没啊？对啊，射箭怎么射？我说明是这样，不要再麻烦了。射箭在你的回合一开始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动作射箭，那是特殊行动。那射的能力变怎样？射了之后，他的那只怪物的战斗力减。哦，他那个突板的兵力战斗力减。那我可以问队友要不要射吗？可以，可是你们在讨论过程中不可以讲出明确的战斗力点。哦，那我要射吗？射啊！我只问这样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射、啊啊、战斗力减一而已哦，嗯，减一很多了、欸，总共只有四而已，你要多少？减一很多，射哈、哦，你确定？射啊！你先射得到、哦。一个勇士能被射几箭啊？一个勇士能被射几箭？一箭。开始放。用力。OK， 那换那个新朋友，射哈、哦，慢慢来。我只能射两次哦，你先算点数，不急，对、啊，不急哦。没关系，不是我说你要不要射，该射你可以叫我射了，因为你偷看了嘛。嗯，对吧？我知道，因为现在是那我问你要，这个有没有需要射？那个两大队可能被切开。对, 对啊对，看起来是被切。没关系，我会丢东西。看我刚下的多好，对不对？不会不会了，没差。你就切哦，因为你他不切，我们的人数有大量优势。对啊，嗯，有没有射的必要？先放人吧，先放着，之后再射。他人会不会放满啊？啊，会。会放满，空格会塞吗？全满，嗯是。全满吗？是。OK， 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多一个增援，增援，
马上多一个人。不是兵力加一。你放的那个位置兵力加一，假如你增援过后跟对手的兵力是相对等的时候，有增援的人赢。OK， 好。那假如说正常状态下兵力相等，那个中间黄金就是对分，那除不进你就去掉。好。你常打桌游吗？还好。可以加烂吗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恐吓人家？换你了。没有，他做了吗？你做了吗？他放了，他放了。你做了。为什么我哪一句话来讲？你干嘛这个？不加烂。我完全一模一样的模仿。你不要这样，人家讲话很和善。他就这样讲话啊！我把音量降到跟他一样啊！他刚刚的语调就是这样子啊！我模仿度应该有到90%了。你好了没啊？应该87%，应该87%。如果你要放人，你要不要先射？没关系啊，我等一下还可以射啊。不一样，因为他一封闭就不能射。封闭我还可以射，我用这只射。不行不行，他的闭之后就不行。对，他说，我就觉得好奇，因为我记得规则上他不是，他刚刚是说有空格，有空格不是封闭啊。哦，封闭起来有空格，他讲的是有空的可以射。对，对啊，你不是封闭之前，对不起，我会错意。封闭之前射是用这只射嘛？那我封闭起来我是用这只射，所以没差。他说，就是他都封闭区域之内，你还有一个空格的时候就可以射。对啊，我说是有空错意。OK， 好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说他们两个马上一动塞，我就补增援嘛，就这样了。对，他不给射，我就增援。哎，可是你放人家不能再。好的，不是，我是举例啦，他如果封起来的话，而且他拿攻击封我，还有空格可以射。而且他补起来，我还可以射，因为他们两个来不及放炸弹。来不及放炸弹，放冰刀。对啊，你刚刚放冰刀，空哥放冰。我先放啊，他这边不管怎么放，都是给他封掉就好了，这边肯定可以封的。哦，这个肯定可以封的嘛。哦，知道该怎么弄了哦。OK。哦，怎么你他就要给我哈？哦，我糗了，我糗了，我放的漂亮，你给我哈？可以加赖吗？我们加个赖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头低的，不要这样。我放的漂亮，你居然跟我说哈？我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一定要移动这个人。OK。四选一啊。对对对，这四个都选。不太懂。那做的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做完坐下面。开玩笑哎，随便你玩。哎，那我射跟真人可以同时放吗？射是特殊能力啊，对，可以同时射跟真人。它有分上半部跟下半部，就是你可以先坐上再坐下，或者是只坐上。精锐的一切。就是二选一，或者是上再下。就是你两个都做，可是就要招进去。嗯，那个银锭的先弄。梯形的梯，像梯，像山的这个。你确定银锭？然后不买，你确定？你又知道我里面不是四，我只要笑真里面。我再射一箭，你四加三，顶多四加三，你不会四加三都丢。那我不把你封死，我不给你射，我就先真远。没关系，你玩，没关系，就自己玩就好了。你们可以讨论战术，可是不可以这个不能指挥你战术，这个不能讨论，是吧？对。他刚说怎么放那个，他不能说兵力，但是可以讨论，可以讨论说教他怎么放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跟他讲为什么而已。对，可以讨论战术可能怎么样比较好，可是他不可以指挥你的队友怎么做事。平均力，可是就是马上会。可讨论战术不就是不会加那别人，就是一人指挥的一种吗？其实那个也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就你们玩家之间觉得 OK 就好，我们有默契，我们 OK 的。然后这个纪念碑是你盖出来以后，它下面会有声望。爱心就是他没有规定可以看哦，只有他可以看哦。就我自己的我不能看，啊不然嘞，不能看吗？然后没有说可以看啊，也没有说不能看。你的动作只有两个，放或放路或者是放棋子，不可以看啊，自己记得哦。没，他没说可以，没说不行，也不代表我犯。你还有一条路哈，不代表我犯规啊。你还你刚还有一根吧，我放两根了。好，不代表我犯规吧？嗯，代表。去。就是你还要扣一点声望，你才能够生产。然后最后一个会有钱，就是如果你功能全部都解锁，你就要付一点军力加一点声望加一块钱，你才可以生产 ，OK 吗？啊，一点军力加可以加来吗？我们不要玩得太策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玩的是策略游戏，内心是 party 玩 game 玩家。啊，我放那个都是要付的，这么放三个桥，然后可以相邻。你放一个，我先插一根啊，那我现在可以插两根，再插两根，再加一根。可以选两块地生产哦，赢得了吗？赢得了啊！凹字形，你赢得了吗？赢得了啊！这条什么意思？
哦，算了，但我没赢，就是赢得了啊，下一个，但我也没办法赢得了啊，我尽我所能赢得了啊，马上浮动，我已经 support 到这个地步了，没有其他的。坤哥讲一下你想干嘛，教一下我们啊。好的。都要怎么输？可以加 line 吗？可以。怎么输？行。怎么输？你还没叫我 line， 对，我还没叫你 line。来来加一下。我们那么多群组都有加在一起，然后我居然没加你 line。不用啊，在群组讲就好了。那加你 line 到底要干嘛？然后旁边就是当风车。叫你干嘛？风车就是要你何用？要你何用？站工人，你这个风车就等于一个工人。然后你解锁以后，就你没有选风车那一块地，它也会生产。那你可以看我的那个，看你的废文，看我的，整天在发废文。今天又被坤哥电了，坤哥这狼就被那个、啊、就变态。上面画人在跑了吗？你想那个？有一个人在跑的这个，我觉得那个没什么，先射再说吧。反正你知道用移动。移动的话，那边你没有这只需要射吗？我还没看、啊。不是我问你需要射吗？还我不知道你的点数。你只能看一次对吧？还是？可是你没有人啊，你要人。不是我没关系，问题是你先顾你的，因为这两图。射，没错吧？对对对，我是说那要不要射？这个有没有需要帮你射？因为这边这一坨是一堆单挑拿九块黄金嘛，一堆单挑拿九块黄金。再说，所以有需要射吗？等下看你，我就问你这样子而已。那因为你一放就要先射，要不然等下不能射。没有，我说射这里。你先射这只，先射这只，先射这只吗？对。动一步，两个人，他是两个人。把它射成白痴，白一把射成你射。嗯，然后再放。然后如果你解锁的话，就变成三个人各动一步。OK。射。或者是旁边是拿一块钱，这个黄色的圆圈圈是钱，那钱就是分数，一块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这边是二打二抢九块，这边是一打一抢九块。哦，我知道。然后下面这个建筑物，我觉得最后一定会切成一堆。就下面这个建筑物，就看这两个人点数。如果你有盖隧道的话，他们两个会自己可以用隧道传送去其他地方。而且不是，而且射击对这里的帮助很大。我问他的点是这里是需要帮忙吗？可能不一定。直接飞到这里，这样算一步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格子就是我的能力是在多换一换。多执行一次你的行动，瞬间做两次放炸弹或者是放兵，瞬间做两次，还蛮 OP 的，瞬间塞满。对，你有几颗那个、啊？一个，然后又做一颗，那、啊、你另外两颗是什么？那没有，你做两颗是不是？就一个是增援，一个是那个特殊能力。哦，我有两个特殊能力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剑可以射两次、啊。对啊，啊他那个他那个只有一个，对对对，但他能力比较强，那只能下一次。哦，对啊，我们都放两个，放两个。这上半部都是一堆杂兵就把壳子卡。下面都是你可以建造的东西。那有一个格子叫做 upgrade， 就画一个齿轮。甘多夫。画一个齿轮，那它上面要付的东西是石油，对，是石油。那每个人要付的东西会不太，个数会不一样，可是要塞满了，种类是。就在这个 moment。然后它下面 upgrade 的那个符号就是说你可以解锁一个小方块。我觉得放兵是对的，因为空格太多了。拿起来放到一个你下面的格子，任选。OK 吗？应该你成。就是上面这一排的小方块，增援还是该你？放到下面一排，还是该我吗？增援不是特殊能力吧？不是，他做就不能。这是动作，这动作。那增援最后再说啊，先把人，因为格子现在一个区域里面只有一个人增援，我增援了，其他人不能增援。下来，我以后就可以少付一个钱。被遮住了就不用付，所以增援要抢座，就跟换奇怪一样，要排队，对，气破头去抢奇怪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说，另外一个有一个房子的符号的那个是盖建筑，你总共有四个建筑可以盖，就是刚介绍的这个山，还有这个隧道，还有风车，还有一个圆柱。OK 吗？这四个建筑可以任选一个吧。这个甘道夫再抢一个空地，要放在有工人的地方，因为工人才会盖房子。哦OK， 只能放在有工人的地方。这个 moment， 那你可以任选一个房，这个 moment， 只要有工人。不错。然后呢，这个引力层就是说，你可以把一个圆柱下面那一排有一个扁扁的圆柱，你可以拔一个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把一个圆柱这样变成二打二。没有啊，他也不能把它放上来啊，要被空哥围到。没有，他只要一片就好了。那也没差，我觉得还是在那里面啊。就是说，
哦，变三打二。对啊，那你放我什么事？放他去就好了、啊。我不太懂他为什么放这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三打二、欸，哎，你打、啊。就是他的意思是说，坤哥补完那一棍之后，他再下一支是他有人数优势啊。对啊。好，然后你原著你结束以后，他只是这一支干道夫可能就会分到。结束以后，上面露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封，就是他放人吧。或是旁边的他坤哥放人，就是他重封嘛。都可以得到这个资源。他已经放人啊，不是也不用封了，已经封定了。没有，如果坤哥放人，他就可以封啊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接？旁边左右的超好，或是二打一，其实超好，都可以得到这个资源。坤哥如果放人，他就把他如果坤哥封的话，就是也是就三打二。比如说我截这个，那是大家旁边的人。坤哥放人就三个打二，坤哥没封就二打一啊。对，没封就二打一，所以。对啊。我不能跟我的对手讲太多。我的队友都听不懂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封啊。三打二比二打一啊。三打二比二打一。哦，神。哦，切了这一手，哎、欸，我的干豆腐又有用了。哦，然后去吧，皮卡丘，你打得赢哦，打得赢才放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三之一，三之一我就没办法了，打得赢。应该用特殊能力。特殊能力是额外的。特殊能力是在你的回合你可以用特殊能力。特殊能力是什么？放一支兵或者下一个栅栏，那轮到你再执行正常的回合，所以你要用特殊能力吗？所以，我如果先用特殊能力的话是，就应该做两次。所以你现在用特殊能力就是下增援而已，或者是再下一支兵，或者再下一个棍。因为就当做你移动下兵是丢特殊能力。还蛮好用的。哦。所以你要做特殊能力吗？做了特殊能力，好，你特殊能力是下兵嘛？啊，现在再换你执行正常的回合，你要下兵下棍下那个栅栏，还是要再做增援？你们两个都做了、哦，他做完了，他做完两栋。哎、欸，你一个数字来，哦哦、我换另外一个。虽然都剩一嘛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然后机器人打的时候，就是你机器人移动的时候，比如说白色移动一步，啊、这游戏真的很难，你不要小看它。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它很难。或者是遇到角色的话，这种灰色的模型是你们的主角，就是你自己。赶快放，等一下没位置放。就只要塑胶的模型遇到塑胶，他们就会打仗。可能是跟另外什么没人抢。没有啊，有其他更重要的要先抢啊。这边都是九块九块的，大家偷看。你只能看一次吧？两次啊，到两片啊，两片是两次啊。这边能围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因为另外一个区域啊，不可以小于四块，八以下都不能再切。真元手，我现在还可以放吗？可以。真元是一个动作，对，是一个动作。有真元吗？要抢真元哦。然后加成看一下，刚刚讲过不能看的、哦，怎么？他刚刚自己定规则了。好了，可以看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放。那是你看的啊？那这我自己的，我打字的。没有，我刚刚看我自己的，他就呛我啊。我这样规则没有可以、啊，不要说呛，我们自己人提醒，有录上去吧？提醒他自己都把自己剪掉，然后说我呛他、啊，那加个 line 吗？加个 line 吧。好。游戏比较特别，就是他的资源如果在这边，他资源过了，就是谁在那一格的话，就是该抢的抢一抢、啊，六分的，就所以你打到不要再去抢那三分了，六分先弄啊。打开，六分的先弄，有吧？没有办法就交给我，不是加点没有啊？他已经他两大战场都是他丢人的，我就不知道他点数高到哪里去，可是至少要加个一点。加个一点，志在参与，志在参与。好，好，志在参与，好，行，放。没有，如果不行就交给我。我刚刚就算了，他的点数。如果不行就交给我，因为如果你已经抢了，就我来就好。因为他放完我还可以再放一只。对，那你就先补其他的就可以了。反正我放的话也是换他放。对啊，我放他放他一百块。对，所以你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就给我就好。那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换我放。他也没有把握，我再放。不可能。然后你现在就看这边小心被围住。这边已经切不开了啦，啊，这三点而已，这是最后一个战场啊，不用去抢它啦。最后的垃圾再丢上去。对啊，切不开。梯格不会切开，现在已经切完了。这里要弄啊，因为这边是送分啊。对，然后主角。这里扣分，这里。对啊，这边是五分。加减丢吗？你现在不丢，等一下剩下一会丢到这边来啊。对。还好，都剩下一。都剩下一，是不是？我的分数都已经抢完了，该抢都抢完了。我听你，等一下打开不是一，我们来看怎么算。哇，要加赖吗？要照相传给你吗？要照相传给你吗？
我就是跟你讲，我分数已经抢完了，激动是想加赖的朋友呢。现在加赖的朋友都那么嚣张，对啊，好恐怖哦！你刚放这个是不是？你刚放这个？射箭是个动作吗？射箭不是动作，是跟你偷看一样。对，跟你偷看一样。反正你迟早要射一箭的、啊，你要放了射个箭、啊。放我了，他放吗？我，你觉得我要射这一区还是射这一区？好，射。不是不封闭了吗？然后没有空格，空格还没补满。不是，它不是完全的区域就可以射击。你射再放一个人啊！到，我就要射再放一个人啊！放一个人啊！我放一，看到有几个人。我放一，说不定人家那个只是一，你把它射成白痴，你又放一。对啊，你就这样打开放。规则有说不能打开放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需要补这里啊。你不是还有吗？我还有啊，对啊。那三年跟着摔跤，我都是一哦，没关系啊，一就够了。先填盲看哪边你要填了。他已经没二回行动了，我下一步就是把填这边就剩他一个嘛。对啊，那填这边就我们两个人嘛。所以你看，有办法抢再抢，没有办法抢就先抢一个。红色是什么？因为他们会有三个人，你两只如果抢不过就放。我那只剩最后一块。哦，他下来了。跟你讲，他左战场跟右战场早就大点都丢光了。这边九点九点的，他那个那个抢不过。我相信啊，他也跟我验证过都是一样。这边九点九点的不抢，就抢这三点的冲他。因为他这样就三打一嘛。超表白，没有超表白，他都呛我了。等下不是一什么？我怎样的？然后被讲出来是有趣看。他没了，我怕他发毒誓。那你还有吗？我还有一只。塞啦，塞到底，塞到底，塞到底。我怕他发毒誓，我很尴尬。没了、啊，我还有。好，那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好，你增援，增援。有人增援了，那边已经有人增援了。那区有人增援了，有人增援就不能增援了。是，增援这里啊。好的。还是你要增这边？不用了，那边我不知道，你不要太鸟啊，你不要太鸟啊。而且被突然被我打趴。两只一到一。两只一就增援吧。啊，这边不是很保险，可这边应该赢了吧？我不知道哦。打三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。为什么？你为了三颗增援啊？不然增哪里？哎，平手怎么办？争这边。平手那个。再说了，平分。争这边打不赢吧？好，那这个是红色，不是还一只？啊，不是先。对啊，你一只，我们顶多三分而已啊。啊，这边不是我们三只吗？啊，他也三只。啊，一区一区结算了，一区结算了。对决，三色二，所以是四。那你们是多少？应该是随便都看都超过四。我们五点啊，是四比五啊，四啊，五打四啊，因为这个被射成白痴。对啊，被射成白痴，减一，减一。好，那这个开，这个四，哦，好赢了，不一定。赢了，赢了，他不是丢三就赢了。平手他增援，加一减一啊，他增援他赢。你们这边五点嘛，我们这六点啊，五打六啊，完全没有欺骗你的意思，没有那个平手跟你在分的。这一颗是多的，嗯，好，然后这边开这边，他赢吧，三一二五嘛，那这边二四，好，那就随便开。大概是一样，六啊，然后根本增援大区是你的，你先增援是对的，对我的，没有在跟你分的，不要再分了，不需要分。哦，他赢了，干到五四，不用看，干到五赢了。没有，他其实这个是本来要抢这边的，被切开的。对，三打四打三，对我的。啊，好，那就算颗数，差不多五颗，马上输了，十颗。十五颗，二十颗，差不多了。二十颗是差不多。平手哎，二十颗平手。哇塞，你们都哎，加个来，可以加个来，还不错。没有，因为那个九颗是那个嘛，就啊，那个七颗给他拿走了。然后这两颗这样子啊，刚好，对，刚好。